はい。はい。あれ、步骤被打乱了。没关系。没说完。对呀，算了，他是韩国人，竟然我还会韩语，完还不让我说话，我说怎么弄，我只能说用嘴型还有血，嘴型跟他去说，啊，好费劲。你会说韩文，我也跳得舒服呀，难得。你好，请队长抓紧时间再次轮换房间。我已经想去罗志祥的队了，可是韩刚对上的时候，我有一点，他会说韩语吗？有一点动摇。无法说话的韩刚队长，请你尽快回到起始位置。啊，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话了，你不能说话。好，队长选择应该已经全部完毕。我该说话了吧？필요해요。너필요해요。나한국어얘기할수있어。你不要抢我的手。편해。뭐네。잠시만요。不漂亮啊，裁判。不漂亮啊，裁判。会会。哇，好，阿雅很难抢的啊。我刚刚想抢阿雅，抢不敢。对，我也想抢阿雅，没办法。那你干嘛去找 Sammy 呢？你管我哦。接下来，请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队长的姓名。我想加入易烊千玺战队。我选择的队长是 Venice。韩庚队长。嗯。又三两。好。好。现在宣布结果。本轮又有三名选手成功配对。廖廖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阿雅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 Sammy 成功加入，因为我觉得跟 Sammy 的两个人的心是很蛮坚定的，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妍妍和梅子都去了罗志祥那一队，其实我在心里想，我说怎么也得要找几个 hip hop， 一两个 hip hop 在我的团队里边。 Sammy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重阳待定。好难过，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结果可以啊，哎，韩国이름이편했잖아왜이래나부끄러워되잖아진짜나필요해왜그래어떻게생각했네이스我们亲亲那个哟我们뽀뽀했어요뽀뽀뽀뽀했어요어뽀뽀요뽀뽀요어뽀뽀아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你喜欢那个，对对，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行啊，行啊，耶，修罗 team， 修罗 team， 罗志祥又跟我做了一个动作，我不喜欢，兄弟，男生男生跟那个的兄弟要有啊，所以我决定是罗志祥了，哎，抱歉，你决心太大了，你这个。你的想法还是最原始的选择哈，对，对，你选对的人了，你选对的人，我期待看你赢的作品。帮你搞定。这次跟千玺聊的比较多，要争取的要去争取，但还是会替另外一个人，也开心，也是鼓励，一种小联的那种团结，团结起来，还挺好玩的。你现在可以帮我说一下好吗？对啊，我有一个。OK。我其实有点想要的。好，没关系。
就自由发挥。谢谢。好，由于之前加速舞蹈输掉的队长是易烊千玺，换您了。因此，本轮你将面临一个不利条件，你必须手持喇叭，在起始位置，向本轮你最希望招募的选手，发表你的爱的宣言。哇哦！爱的宣言。Oh my god！ 可以的，你可以的。可以，十八岁可以了，十八岁可以了。加分呢。深呼吸，深呼吸。本轮开放的房间号分别是：24号冰冰，9号金小根，43号 Gumbo， 47号 AC。AC， 你找 AC 的吗？倒计时开始。说啥呀？还要喊出来，跟所有人听见。我来了，我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想。我心怎么想？对，你觉得呢？你想不想过来我这边？我先进来的我。小猪他就直接变，我就进去就抢了。我一，我的 breaker 你就跑过来这儿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游戏开始了，你知道？我很看重 B boy， 你应该很清楚。给我个苹果啊！那为什么叫苹果，你知道吗？不知道。一起拼，一起。好的 ，OK 了吧？好的。有人再过来的话，就跟他好好聊聊就好了。嗯，好的。不要走心了。好的。我的毛巾就挂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浪费口心了。来，我们已经说好了。算了，哥，不要进去了。好，来，好，我先拿着啊。好 ，OK 了。修楼梯嘛，哈，我踩一下。我擦了，我刚刚我擦了，我刚刚擦了。来，帮你擦。我不要。来 ，Come on， 哎，这儿，来，坐。哎，你还没说啊？你还没说啊？来了。我看有谁在娶她了。我要坐在这里假装睡着了，然后不理他们。开始我的演技时间。我来看千玺怎么喊。我给他等。谁在 AC 房间？没有，应该没有。啊，没有人来我这里，好伤心。伤心，他会以为你没有要他、啊。不，我是想看谁抢 AC， 然后我再去跟他说。没有人会进 AC。AC， 因为我不好意思喊出口，然后我就等看谁去抢他的时候，我说捣个乱，或者说就直接表明心意，然后最后看哎没有人，我就有点放心。嘿嘿嘿，嗨 ，Vanessa 进去了。哦，嗨，浩克进去了，浩克去了，赶紧喊呐！你拿那喊呐！他毛巾那个绿色是谁的？就毛巾挂上的那个，浩克的吗？那毛巾都挂给那边了，那肯定跟他聊了嘛。我帮你拼，我帮你拼。